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帅！我们这收起来，武器收起来，非常帅啊，玛莎。哎，我们这个第一视角总是怪怪的，因为我们戴了个眼镜啊，戴了个墨镜。你看，好，可以。然后啊，这边是我们这个电影发布会，我们先过来看一下这个宣传的一个宣传画，看一下，这是《洛圣都2020》，这是应该是这个电影的名字啊。你看，应该是那种科幻片，科幻加灾难的这种，对不对？怪兽，有这种怪兽出来了。看一下啊，它这边是什么呢？这边啊是一些什么活动登记的那些东西，哦，可以领取一些什么手环，对不对？项链什么的。哎呀，你看，这观众已经在这儿了。然后发布会的现场，我们可以走进去。我们 Michael 啊，在这个剧情模式当中啊，就已经透露了他是一个电影爱好者，对不对？今天这里有个电影发布会，肯定是要过来的，进去看一下啊。我们先过来，然后我们这个电影发布会看完之后啊，就去参观完之后呢，就去看一下我们 Michael 的新的豪宅。等一下，看一下啊，这边是一个停了一个直升机在那儿，还有一些保安在这儿。然后我们这里呢，从这个地方走进去，哎，总感觉这个天气，你看乌云密布。不要下雨啊！我们这里开这个发布会，不要下雨啊！看一下这个会场啊，这个会场是这样的。哎，你看，这是这边的这个会场。我觉得把这个天气我们给调一下，调成这个啊，多云这种状态，就看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发布会，然后这边啊也是可以提供一些餐饮、热狗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在这，就饿了到这边吃点东西。哎，我看一下啊，这边这个下去能不能走下去呢？好像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这里先走走看，是干什么的这边？哦，发电的。哦，好好，那我们走走走，这个地方没必要待这儿。好，这个人干嘛这么嗨啊？这个人反应有点过激啊，对不对？没必要这么兴奋嘛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一个。非常丑的主持人在那里讲话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什么大明星。我要进来。哇，你这个主持人也太丑了吧，对不对？你别告诉我你是主演啊！主持人也太丑了。我们 Michael 像不像明星？其实我们更有那种男主的范，对不对？我们 Michael 其实演那个男主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们不请我们，这是他们的损失。好，我们这里这样，我们好不容易来一下这儿啊，我们也非常屌丝的，呵呵，来个自拍，把网格去掉，非常屌丝的来个自拍，帅气，哼哼，好，保存一下，纪念一下。其实这部电影啊，跟大家说实话，是我投资的，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个权利啊，来到这儿，包括这些保安这些啊，也是无视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一般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是一个观众啊过来的话，直接就把你赶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是这个，这部电影的投资人，也是制片人，所以说我们是随意进来的。那么这个下午的这个发布会啊，就让他们去主持，我们这边啊就是过来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我先啊，这样，
我先坐上我的玛莎拉蒂，好，我先坐上我玛莎拉蒂，然后呢，我先让这个管家把我家的地址给发一下，因为我这个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这个家太多了，豪宅太多了，我一下子忘了我这个家在哪儿。好，我们先管家先发个地址给我，我们先。